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你也是，。还真是公主殿下，他干不干活了？干呗。 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你也是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折腾。知道了。 公主殿下，你干嘛要叫我公主？那叫你什么？老高，那个搜索栏不行。 你下午重新。知道了。哎，干嘛呀？公主殿下还自己走路上学啊？对了，刚刚学校发通知说舞蹈教室外面的墙破了，得大修。之前在里面上的健美操、体育舞蹈都不能上了。嗯。 你要学什么？随便。那我帮你选。师妹，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。你还想着那个事儿？我都说了没关系，我也没有打算瞒着张小贝。这是两回事儿。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像个男人，我看不起我自己，对不起。 我不应该昧着自己的良心陷害自己的朋友。如果你还当我是你朋友的话，那当然。我打算回老家去了。我订了中午的票，我该走了。老韩。 有什么事招呼一声。谢谢。张小贝的事情结束了，新创主动向媒体曝光了他，张小贝灰头土脸的离了职，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典型。研究生院终于风清气正了。 第一次看见师哥这么轻松，走了，挺好。希望他的选择是对的。